Guys，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好久不见。这一期视频的内容是关于咖啡的。在正式开始内容之前呢，我想请你们先看一段。我因为在家里闷太久，所以自己找点事情做，就拍了一段练习的视频。那我在这里放给你们看一看，希望你们可以给点意见。先说一下，这期视频呢没有任何的品牌赞助，都是我自己掏钱或者是朋友送我的。那一切我的言论呢都是基于我个人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得来的，也希望能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看完刚刚那段短片你觉得怎么样？反正不管怎样，希望你们先三连一波，因为那个视频真的拍的比我现在整个下午录的视频时间还要长，包括剪辑啊什么的，算是一个挺好的尝试和练习。那我以后也会再尝试一下看看其他的风格或者方向，也希望你们喜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咖啡豆啊，另一个就是咖啡用具磨豆器。那我们先从咖啡豆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这个白色的袋子，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这个袋子就是来自 Vswim 的咖啡豆。没错， Vswim 它是有卖咖啡豆的，他们在一部分门店呢是有咖啡豆贩售的，然后他们有自己一个咖啡豆，我不知道应该叫咖啡店还是咖啡豆的账号啦，叫做 Little Cloud Coffee，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 follow 他们。这个是我朋友去年去日本玩的时候帮我带回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爱喝咖啡啦，但是我个人并不是一个非常狂热的 Vswim 的 fans， 我只有非常少量的 Vswim 单品。我当然知道 Vswim 是潮流服饰里的佼佼者啦，那所以他们的用料啊，他们的各个方面都会用最顶级最 top 的东西去做。我就想试试看 Vswim 的咖啡是不是也像他们的服饰一样是这么的用心，这么的优秀呢，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视频。那其实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先讲一下，我收到这个咖啡豆的时间呢还没有发生疫情。那我本来计划是过年期间我去找我身边的咖啡店，然后跟他们蹭一下他们的咖啡机，蹭一下一台喇嘛，看能不能做一下意式。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接待不了客人了，所以这个我就放弃了。那我自己就尝试一下在家用摩卡壶做了。那我把它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好，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认识这个 logo 的话你就知道了，这是 Vswim 的 Little Cloud Coffee 的一个 logo， 那里面就是一个介绍，关于 Vswim 自己咖啡豆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咖啡豆的使用方法，可以去滴滤啊，可以手冲啊，可以发压呀等等，就是一个简单的小介绍。那这个豆子本身就是长这样子，这个包装其实挺简单的，说明和一个简单的简介。那其实它介绍我觉得不是特别详细或者专业，因为像你正常买一包咖啡豆的话呢，首先它会有咖啡豆的名称，庄园的名称就是产地的名称了，那然后有烘焙度、净含量、生产日期、风味介绍，然后咖啡豆的品种以及冲煮建议等等等等这些信息。那 Vswim 的这个呢，它就只有一个名字、净含量、日期、风味和保存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制造商之类的，没别的了。
所以我并不清楚它这个咖啡豆到底是什么品种，而且它这包是拼配咖啡豆，不是单一产地的 SOE， 所以拼配的话应该会囊括几种不同的种类咖啡豆，或者说不同产地。那确实像他所说的，在这一包咖啡豆里呢，它主要是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一些中美洲产地的咖啡豆拼配成的这一份咖啡豆。那你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咖啡豆的烘焙度算是蛮深的，就是深到发油发亮那种。这也是日本咖啡的一个算是习惯，因为大家知道第三波精品咖啡的风潮开始之后呢，就到现在为止也进行了好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大家普遍能接受到在外面的咖啡店喝到或自己买回家，大多都是中烘或者中浅烘甚至浅烘的咖啡豆。但是日本呢，由于历史的遗留关系吧，他们大多数人去接受并且习惯的风味都还是比较偏中深烘甚至很深的深烘豆，因为他们最早就慢慢的西化去接受咖啡豆咖啡这种饮品。那当时呢，咖啡豆并没有那么好的保存方法，没有那么好那么高超的一个烘焙技术，所以大多数咖啡豆都没有办法新鲜的送到日本去，所以大部分都是做的非常深烘，就可以避免掉很多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好的变质的风味。所以长久以来他们就开始习惯喝深烘的咖啡豆，包括一直到现在去做手冲咖啡或者说冰滴也是，都是用非常深烘的咖啡豆。因为最早他们的咖啡店甚至不叫咖啡店，是跟茶一起，那反正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啦。现在买到的咖啡豆尤其来自日本的这种比较古早的比较地道的咖啡店去购买的话，大多数都是中深烘的一个烘焙度。If we could actually get even better coffee and pay a better price, then what would then be the next cycle that comes out of that? 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名字就叫做一部关于咖啡的电影 ，A Film About Coffee。那你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很多关于咖啡的文化以及咖啡产业的内容，包括从种植园啊，从庄园主，从咖啡贸易，一直到红豆商、咖啡店等等等等，这些内容都可以在这电影里面找得到。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是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的。I think it's natural to turn to the Japanese kisaten or the coffee master in our search for coffee.There's some sort of magic how they take coffees that may be a little more modest, some of them, but they transform them more. They've, through effort and dedication, that the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is rendered more explicit in a Tokyo coffee bar, a great one.Coffee can be just like this glorious 5 minutes. Like, it's not a commitment. Dinner is a commitment, you know? If people associate that with being something rare and beautiful and difficult, they're more likely to appreciate what's in their coffee. 那说回 Vistream 这个豆本身吧，那我每次都用大概是不同的研磨度和不同的冲煮方法去制作。那我目前还没有尝试的就是法压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没有办法去找一台意式咖啡机，所以做不到意式的 espresso 出来。而且这包豆子3月份就到赏味期限了，就希望这个疫情的限制能快点过去吧。我很想试一试它的 espresso 的风味是怎样，因为自己试，我在家里试手冲也好，试摩卡壶也好，它的风味我个人来感觉的话是比较平衡的。没有说某一种风味特别的突出，特别的明显，绝对不会是差的品质，这也是符合 Vistream 给自己的定位了。那就像他们的服饰或者鞋包，他们的咖啡豆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赏味期限并不长，大概就是4-5个月的样子，半年内吧。而且深烘豆通常保存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然后你看到像他们的纸袋，包括你现在买到很多咖啡豆都是用这种纸袋，并不带这种泄气阀。
这种塑料袋的泄气法好像已经有点就大家开始不怎么用了，比较环保，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 V-Swim 自己的品牌理念了。我个人觉得了 V-Swim 的咖啡呢你是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并没有说它会优秀到让你就在家里常备，我就只喝 V-Swim 他家的咖啡豆，我觉得他还做不到这个高度，并不是说他很差了，只是说毕竟他并不是专业做咖啡的嘛，只是它是一个品牌理念的一个附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延伸。那其实对于认同 V-Swim 品牌理念和认同它生活方式的这一波粉丝来讲，其实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制作 V-Swim 的咖啡，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他们家的杯子对吧。那 V-Swim 的咖啡就先说到这，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最近入手的，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你们的入手的一个最新的磨豆器研磨器，就是来自 EasyPresso 的这一款 E-Pro。 这款 E-Pro 其实是我看了蛮久才决定说要入它的，因为最早在我前几期的视频跟你们介绍我咖啡用具的时候呢，我还并没有说打定主意要入这一款，我只是有在看，我同时在看的还有其他的品牌，像泰摩也有，然后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德国的那些，或者是美国的一个我忘记名字了，是那种大的手摇磨豆器，我都有在看，但是我并没有打定主意说买哪一款好。我最终选择入手 EasyPresso 的这款 E-Pro 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好看，对，就是因为它的颜值。它是据他们官方说获得了2018年的红点设计奖，我个人觉得确实也没有问题，而且除了好看之外它是真的好用，就在我使用这一段期间以来，我个人觉得啦，从它的握持感也好，然后这种使用的一个体验，然后包括它真正出品的结果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不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觉得我这笔钱是花的值了。那么 EasyPresso 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于中国的，对，它是一个本土品牌。那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国内的环境喝咖啡的这个环境啊已经越发的成熟了，那大家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我觉得他们能做到目前的这一个高度是蛮厉害的，蛮不错的，那也非常的怎么说，就是给他们抓住这个机遇了，正好赶上国内这个咖啡文化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家对这一类的器具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需求。让我买单的第一要素就是它的设计了，除了它的外形设计感之外呢，还有它的结构的设计，就是使用结构方面的设计了，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和贴心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拿我以前的这个Hario 去跟它做对比，当然这两个用品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层的产物，没有办法拿它们两个放在同一样对比，那简直就是欺负 Hario 了，对不对？价位也差很远，我个人在这里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只是因为说这是我从入门到进阶的一个变化，那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的进步和需求的一个提升，所以在这里把它们做一个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的感觉吧，就是一个使用体验，就相当于我在咖啡上有一个小的进化。那我并不是说要对比他们两个谁好谁坏，其实这个不用对比，很明显像这类的东西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在结构上，我为什么说觉得它设计好，就是因为我在使用 Hario 这一款入门的产品呢，每次我需要调节研磨度的时候过程非常繁琐，我需要把盖子打开，把上面的旋钮打开，把这个旋钮拿下来之后呢，把这个把手拿下来，再把中间的定位器拿下来，然后捏住中间的中轴，再去旋转上面的齿轮，整个过程非常的繁琐，并且它是没有刻度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我之前调到哪一格，然后它拆装又十分麻烦，如果我调错了我又得重新拆一遍，调好我再装回去，并且它这一个由于是只有一个轴承，然后它中轴是没有固定，所以它会左右晃，那会导致你从紧调松是很容易的，就在你磨两下发现之后，但你如果磨了两下发现研磨度太粗了，你想要调紧调小一点你是做不到的，没有办法，因为豆已经卡在这个磨盘里面了，凭你手的力量是扭不动那个齿轮的，所以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我为了追求这个研磨度的正确呢，我把所有豆子磨完一遍我才能调，那我重新要再磨一遍我刚刚磨的粉，其实这个过程中反而会丧失了那个豆本身的风味。所以说陶瓷材质的磨盘
绿型刀陶瓷材质的刀盘不太容易发热，但并不代表它真的不会发热，它还是会发热的。我在过了两遍这个粉之后呢，其实我已经丧失了非常好的风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并且它磨的时间也非常的长，你可以在画面里看到对比了。我现在各磨15克的豆子，看一下这两个手磨器的速度和出粉的均匀度有多大差别。Easypresso 的这个 E-Pro 呢，我就用到他们两个差不多的研磨度吧，都磨那个正常的手冲咖啡的研磨度，就是细砂糖左右了，我不敢保证一模一样。一个一个来啊，我先按开始。啊！2分34秒，差不多吧。2分34秒，我歇一会。好，现在准备开始用 Easypresso 磨刚刚一样的分量，试一下看。1、2、3，开始。磨完了，我还发了会愣，就算到32秒好了。有没有差了多少倍啊？2分34，多了2分钟，足足一样的分量。看一下它研磨的均匀度怎么样？我就不全部倒出来了，来一点点，比较一下就好。如你所见呢，这边是 Easypresso 的磨豆的均匀度，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了，整体来说很均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 Easypresso 这个磨出来的话，这个豆子的银皮会比较明显，这些浅色的这个位置都是这些银皮。那看 Hario 这边的就，我觉得没有那么均匀，很明显这些豆壳大颗粒的豆壳，你看这个位置。就很容易磨得不均匀，然后这个地方细粉又过于多了，这边的豆壳是完全磨不掉的，就很不均匀。朋友们，这是质的飞跃，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不会再厌烦，那这能大大增加你的兴趣和你的热情，就对于 在家做咖啡这件事情。所以说 Espresso 这个投资我觉得非常划算，在我看来它使用感受我觉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满意。我们从参数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它材质是铝合金不锈钢之类的，这种全都是金属，除了它的手柄是榉木之外，所以整体重量会肯定会比 Hario 这款要重。它的裸重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样子，这个重量大约是680克，就是一斤多一点，有一丢丢重了。对于女生来说啊，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日常使用呢，每天可能也就磨个一次或者两次，而且它使用的时间非常快，几十秒就磨好了，所以不会说非常累。但是时间长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说我的手会不会酸，这是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也不能说不好，就是还有待改进的空间，就是它这一个木手柄，可以看到吗？这个木手柄啊，就你们现在看到它是咖啡色，其实是因为我，已经又把它磨了一次，我把它打磨了一次，然后，上了油，
它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忘记拍视频，没有拍视频，就只拍了照片。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的那个把手的颜色是非常浅的，有点像纸皮的颜色，就发白的那种，并不是现在你们看到这种咖啡色。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拿到手的时候，这个木呢，它表面没有处理的非常光滑，是有点刮手的。那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对不起这样的价位和这样的一个设计。我并不是说这一款东西做的不好不合格，它的粗糙也并没有影响到我使用，只是说会影响使用体验，并不会在实用性上有多大的折扣。那我个人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自己可以处理的话那我就自己处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磨了一个晚上，我用2000目的砂纸去磨，然后再用一张头层牛皮去抛光。当然实际出来的效果不是真的镜面的那种抛光，只是说它能达到摸上去非常舒服非常温润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足够了。你可以说我通过一个人为或者机械的加工过程加速了盘它的过程吧。 anyway， 反正一个小小的遗憾，我觉得他们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并且你可以看得到在画面上，如果我在就是在它在旋转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形状是不正的，对，它是有点歪，它的轴心并不在它自己的正中间。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有点掉价的一个小地方，当然它还是不影响你的使用感受了，只是我知道他们能做得更好，就希望未来他们能有一个小小的改善。那我个人日常使用呢是没有影响的吧，只是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这是我唯一觉得它不太好的地方。那接下来说一说我非常喜欢它的几个点好了。首先就是它的易用性，每天使用的时候呢我都是十分愉悦的，所以这让我很开心。然后并且它的直条功能，它不需要像我之前的 Hario 这样中轴的上半部分的零件全部拆开才能调研磨度，或者说大部分大家常见的这种金属的研磨器都是要把底下的粉杯打开，然后在它中间的这个位置在这底下调的，它都不需要， 它直接就可以在顶上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这一圈有刻度吧，在有刻度的这个位置直接拧就行了。听这个声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愉悦的。没有，非常舒服，并且它的刻度调节非常非常的细致。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是0、0、1、2、3、4、5五个数字，但每个数字之间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它一圈是60个小刻度，就是这样算一个，0到1之间是10个小刻度，转几圈呢？它总共可以转95个小刻度。总之，它的调节可以调得非常的细。我试过它最细最细的那个档位呢，甚至可以把咖啡豆磨得像面粉一样，很夸张。当然了，如果你要磨那么细，时间肯定会长，并且它肯定会发热，因为它是金属的刀盘。说到它的刀盘呢，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不错。我刚刚把它拆开来看了一下，它结构在里面来说也不算特别复杂，但是用料很扎实。它有三个质量非常好的轴承，然后可以让它中轴不会偏向。因为就像 Hario 的这一个，你可以看我拿在手里转不动了，然后并且你可以听到它刀盘是有摩擦的声音，很松散，它会偏向，刀盘的轴是不固定的。 EasyPresso 的这一款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这种顺滑的程度就已经是听不到声音吧，而且也完全没有松散的声音。它的整个的节奏，它整个的结构都非常的紧凑，然后简单，易于清洁和拆装。我刚刚试过了，虽然我第一次拆和装花了点时间，但整体来说速度还算快的，然后结构也算比较简单，你一看就大概明白了。整体来说，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它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凹角，是因为那天我拿到手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摔了一下，很心痛，因为我忘记了，我本来在家里一直用 Hario 的这款呢。我去拿它的时候，我就直接习惯拿这个把手，因为它是不会掉的。那天我傻了，我就直接拿了这边的把手，所以它这边就直接摔在地上。不过还好摔的是粉杯了，主体没什么问题，很喜欢。那它这个粉呢，容量
肯定是没有 Hario 这款大的，你可以看到很明显，虽然他们两个高度差不多了，但是大又怎样，它不好用不好握啊，它中间最窄的这个位置呢太窄了，只能容纳我两个手指，我其他的手指呢就会觉得酸，然后我的手腕也非常累，因为你抓不紧，然后它上面这个握柄呢也非常的小。那反观 Espresso 的这个设计呢，它通体是平整的水桶腰，不是水桶腰了，反正 就很好握，看我的手是可以真正的握成一个圈。然后它的这一个木球，我记得最早的版本呢它是正圆形的一个球，圆球，但后来好像很多人都说圆球不太好用，所以它改成了这种锥球，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锥球的，锥球锥形球，它手感非常好，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各种花式，反正很好用，并且呢它也很好打理，它是磁吸的，看嘣的一声就拔出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呢是有些小黑点，我相信那个应该就是磁铁吧，它装上去呢也比较牢靠，一吸就上去了，并且它是使用过程中不会容易掉了。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什么，它中间的这个中轴的顶上呢是跟我们平时装家具的那种叫什么6.3mm 的那个套筒是可以通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这种，我这个是来自宜家的啦，如果你有其他品牌也一样，反正这个套筒是可以直接对接在这个中轴的末端，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电磨，没错，手磨变电磨 Boebo 单接比 Moto， 这样是不是超级快？其实本来它就很快了，如果你家里来了客人，你来不及做那么多杯不同种类的咖啡，你就可以派上这个用场，我觉得这就很无敌啊，无懈可击了。当然了，E-Pro 这一个型号呢，它并不是为了这一个用途去设计成这样子，它只是说好像 Espresso 他们家所有的磨豆器都是这个规格，但是呢它有一款一系列不是 Pro 的，就是普通的一系列的版本，也是这种上调式的刻度，它是有一个单独的盖子，可以让中间的这个中轴的顶端露出来，专门给你用来做这个手磨变电磨的这个用途。我为什么不买那一款，买这一款还是因为颜值的问题，我就喜欢它这个设计。外观上就说这么多了，那我现在一边冲一边跟你们聊吧。大家使用他们家的这款磨豆器冲出来的手冲的风味呢，我个人觉得啊，比我之前用 Hario 的这款也是好了不止一倍，我个人也非常惊讶，怎么能换一个磨豆器味道就能差那么远呢？我并不是说之前做的有多差，我只是被这个风味的明显表现所惊艳到，印象中不觉得换一个磨豆器就能给咖啡的品质有这么大的提升，但是事实就是确实会有这么大的提升。磨豆器的改变呢，确实能给你的咖啡品质带来一个质的飞跃，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专业的咖啡人士，他们说宁愿你的咖啡机或者说你的其他东西上面扣一点成本，节省一点，你的磨豆器也一定要买好的，这确实是一个人为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过程，磨出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那冲煮的过程你可以，如果咖啡师的功力够深厚的话，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弥补和调整，磨豆这一块你就只能等着它磨出来怎样就是怎样了，那中间的风味丧失或者是结团啊，或者是各种不好的表现，你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说如果你们是一个爱好者而不是专业的经营咖啡的人士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买到四位数以上的磨豆器了，我个人觉得，因为四位数我自己来说，我也不会花四位数去买一个磨豆器，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开店的，我也不是干嘛，我就是自己在家喝喝。这一款我如果它不坏，我应该不会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吧。我们现在来喝喝看好了。在没有换这一款手磨之前呢，我用 Hario 的那款手磨去做手冲咖啡的话，就拿手冲来举例好了，它的风味会比较的怎么说呢，丧失很快，就头一两口还能感觉到这款咖啡豆的一个明显的风味，但再往后面喝，就不管什么产区什么风味的豆子，它都是差不多的味道了。我个人之前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以为是我自己技术不好，每次冲的时候都没有萃取均匀，但是后来我发现萃取不均匀的罪魁祸首不是我，而是磨豆器。因为 Hario 的那一款中轴它会偏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大颗粒的碎片是豆壳， anyway 反正就是很容易就能让你萃取不均匀。那反观 Espresso 的这一款呢，我自从用了它磨豆之后，
咖啡豆的大颗粒碎片少了很多，基本上就可以说不见了。然后细粉率也不是特别高，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没有仪器去测，那只是我一个肉眼观察，就整体大小呢，比 Hario 的那款来说均匀很多。Hario 的那一款细的很细，粗的很粗 ，Espresso 的这款呢就对得起它这个价位吧。然后它的快调设计也非常方便，我可以做完一杯摩卡壶之后马上做一份手冲。那这就是我个人喜欢它的一点，并且咖啡粉如果你研磨的均匀的话，那它的风味表现也会趋向平稳，同时呢，它的风味更持久，更加的明显，你可以在前中后分别喝到属于它风味描述的那一款风味。那反正我现在喝的是来自他们自己家的这款，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是 G1 然后日晒处理的。当然了，耶加雪菲是一个很大的产地，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品类了。那虽然说它这个标签上面没有贴任何关于这个咖啡豆是什么品种，但是从这个豆的外形和产地来大概推算，我觉得应该是原生种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日晒的咖啡豆，那它整体的一个风味趋向都还蛮让人容易接受的。如果有朋友来做客的话，你可以做给他们喝，大多数人都不管是不是咖啡迷都不会说拒绝这个味道。然后并且这一个 Espresso 的磨豆器呢，它是有一个套装的，它的盒子在这里，就是长这个样子，还蛮简单，但是我觉得做的还挺用心的。它是皮纹纸，先把这个拿开。盒子打开之后呢，它是用泡沫包装，特别好，有一个这样有点像麻布的一个收纳袋，这个是给你外出出门的时候可以携带用，保护一下不会刮花。然后就是说明书，一个塑胶袋是在包装里面套着这个磨豆机本体的，就差不多这样子，里面就是几个格子啊，有一个橡胶圈，这个我没有使用，是因为我觉得它，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的样子，它如果套在这上面的话，我觉得会影响了它这个外观的美观性了，所以我就为了好看，我宁愿选择不戴。再一个，我个人在日常使用中，我并没有觉得说它有多滑手，当然它会滑手，就是如果你手不出汗的话，然后你天气比较干燥，在磨豆的时候，它会就一直跟着你的手在转，就是如果你研磨度细一点的话，你就不是很容易抓得住。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比较追求实用的话，套一个也无妨。还有一个他们自家店铺正在售卖的咖啡豆种类的价格表，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他们性价比蛮高的。虽然说豆子不是说全部都是非常顶级的水准，但是就是爱好者个人在家尝鲜来说，我是完全推荐的了。那我有看到他们有几款好像跟其他店铺有点，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庄园，有可能啦。我日常接触到最多的埃塞俄比亚的西达摩，然后伊蒂朵，这几款都我在好几家都能看得到。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啦，那当然在哪里都能买到，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啦。我个人还是蛮推荐西达摩这个庄园，还有就是圭下，尤其是巴拿马的产区。再一个就是伊蒂朵，伊蒂朵这一个豆子在 C 所的话，它是用来做 SOE 的，单一产区的意式豆在售卖，当然你做手冲也没有问题。那在 Espresso 他们家呢，好像没有说专门是为了意式来使用，就你怎样都可以。那这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关于 Espresso 这个磨豆器的一些感受了。推荐指数5颗星，就除了磨豆器本体之外呢，它还有送一个小气吹，这是来自维高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维高，你知道维高吧，就是做相机清洁的厂商，不过这个无所谓了。这个小气吹还蛮方便的，很好用，不会很硬，不需要用太大力。然后一个双头的毛刷，双头毛刷我觉得蛮好的，它在黑色这一边是软毛，有点像女生用的那种化妆刷，然后黄色这一边就是硬毛的，它就用来清洁比较深层的顽固的粉末。我个人觉得挺实用的，这两个东西如果你们要购买磨豆器的话，我个人都很推荐，最好是有一个，不然你常年累月去积累那些咖啡豆的残渣在磨豆器里，你积累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清洁，那你就越往后磨出来的咖啡豆的效果就越不好。大家也记得啊，最好就保持干净。我个人觉得这个尺寸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手型了，不管你是亚洲人是欧美人，男生女生
它尺寸啊握感都不错。如果你觉得冬天你会握上去怕太冰冷的话，你就加一个那个胶套在上面好了。我个人是习惯它这个裸奔的样子，我觉得设计感是最好看的，也不愧它能拿红点。虽然我觉得现在的红点奖好像开始有一点水分多多少少，但是这一个我觉得还是实至名归的。那么 OneZPresso 这个品牌呢，其实我本身并不是说十分的了解它，我看了几个 vlogger 有发他们家的那个手压的意式咖啡机，简单便携的那种压力，手动压力的咖啡机，我才注意到这个品牌，然后我才看到他们有磨豆器。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磨豆器好像比咖啡机来的更加值得购买，也是我个人一个习惯的问题吧，还是不太愿意去购买那种太过于简单的压力装置。那因为我在家已经有摩卡壶了，它也大概能做到 1.5 个 bar 的大气压，那虽然说正常的意式机大概是9个 bar 以上，摩卡壶还是不能跟意式机去比较，只是说在家里的一个简单的低成本的方式去达到差不多的效果。那如果是手动压力的话，我个人会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大型一点的手动的压力机，像 Flair 或者是那个 La Pavoni 拉霸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在这里会附个图片。就我会更倾向于选择这种的手动压力机，而不是需要反复去压的这种结构。我个人觉得啦，去 camping 会很合适，但是放在家里用的话，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机器它放在那里就更有一个家的感觉，而不是看起来很临时。你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Anyway， 反正这是关于这个磨豆器的一些感受和体验，那也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帮助吧。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希望能得到你的赞、转发、评论、留言、弹幕之类的，越多越好。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呢，记得点一下订阅了。我是 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